一样，空间很大，因为你可能穿短袖，可能穿一字领，可能穿荷叶袖，所以我直接把它做好给大家。上面你看一下，软软的，然后呢，小香风这一次我们一样做单层的哦。我觉得它是亲肤不刺痒的，只是它不会像那里滑料那么滑，但是不刺痒。然后它长度大小非常刚好哦，小资高个都可以穿，也不算是超短版。然后口袋的话是做假口袋，是不是很好看呢？紫色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紫色跟粉色都不会显黑，可以跳颗扣当上衣，或者是直接当外套也都可以，是不是非常的完美？而且呢，它一样手感非常非常的软哦。